尊敬的老师、先生们、女士们、阿姨、阿姨父们，大家好！谢谢大家掌声。到我这儿不用拍，我不像前面选手上台老管你们要掌声。为什么演员上台总要掌声？因为要别的你们也不给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大鹏的助理，我叫王二。大鹏去 WC 了，让我上来热热场。我也不会热场，那我就讲几个大鹏的事儿，就当爆个料。其实我很喜欢大鹏主持风格，轻松、诙谐、阳光、时尚、性感，就是个性比较张扬。现在出名了嘛，拍个《屌丝男士》投到赵本山老师门下。现在出去演出到哪块儿，那就自我介绍。朋友们，我是本山大弟子，我是本山二弟子。说那啥用？我还说我是本山私生子呢，谁信呢？大鹏不在这儿，我也过过主持人的瘾，来吧，主持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Shanghai, 东方电视台。My name is 王二 ，Nice to meet you. Happy New Year. Good morning, teacher. 来，有请下面的选手闪亮登场。This time for Africa. S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Samina, mina, saka, lewa, anawa, anawa. 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吉林的演员，我叫珊珊，今天初次来到东方卫视《笑傲江湖》这个舞台，感觉非常的好。就是有点热，您能帮我找台风扇吗？谢谢。说句心里话，能够站到东方卫视这个舞台，能够见到四位导师和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我非常的高兴，心情有非常好了好了好了，不用啥了不用啥了，我不热了不热了，谢谢。说句心里话，能够站到这个舞台见到四位导师是我我说不用删了，你能不能离我远点，离我远点。挺好个淑女形象都让你给我毁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给朋友们唱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最炫民族风，奉献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歌好啊，我愿意听这首歌，最炫民族风，这首歌时尚性感。不是这首歌哪块性感呢？歌词啊，歌词多性感。暖暖的河水从天上来，留下那万紫千红一片海，多性感。哪儿性感呢？海，海滩，多性感。性感吗？性感，性感。行，我再换一首，换一首《套马杆》，奉献给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也希望我喜欢这首歌，《套马杆》，这首歌时尚、性感。这是不是就会这一个词儿啊？性感？不是，这首歌又哪儿性感呢？歌词儿。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套马，马，玛丽莲梦露，性感吗？我再换一首，这首歌不唱了，来一首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好，这首歌时尚，性感，性感，性感。刘一伟老师说的，我可没说。不是你这么搅和，我还能不能唱了？你这么爱表演，行，现在这个舞台我交给你，我不唱了，行不？不唱了？不唱了。说准了？说准了。这是你不演的啊，我给大家来一段。前两天朋友从国外给我捎过来一件乐器，咱不说这件乐器多少钱，关税就四万，啊，关税就四万，非常昂贵的一件乐器，我给大家请上，大家看看，欣赏欣赏。来，有请大鹏登场。什么乐器这么神秘？介绍一下，这件乐器在国外它的英文名字叫 Stripo， 翻译成中文叫三管炮，音色非常的好听，给大家吹上一曲，大家感觉一下。
时尚性感，啥玩意儿啊？时尚性感呢？这个乐器时尚性感。太时尚性感，我看你还啥时尚性感。时尚性感。哎呀，看你还有什么时尚性感呢。主持人大鹏时尚性感。白大鹏呀。哎，这个不行，这就一个咱赔不起呀。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真的挺有意思的。其实作为二人转，就是那种爆笑的场面，在你们的这个小品里并不那么爆笑，但是你们依然可以演得很稳，这一点哈，我都很难做到，真的是挺好的。这二人转演员啊，给我感觉啊，真的是在这个市场上哈、锤炼出来的。嗯，能不能现场即兴的？就是再来一个，跟再来一个，刚才有点不解渴。可以。介绍一下，我叫王二，站在我旁边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也是我媳妇儿，叫珊珊。珊珊，今年多大了？今年18了。当着四位老师，能不能别撒谎？大家谁看不出来？你不可能十八。我为什么不可能十八？你不可能跟我同岁。好好说话，多大了？说实话，今年23了。20就有三个孩子了。会不会说话你？会不会说话？说谁20有三个孩子？没有别的意思，说你好看、漂亮，往这一站，这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婀娜多姿、人美歌甜、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出水芙蓉、车毁人亡啊！谢谢。我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哈，就是二人转演员很多都是夫妻俩，对，你们一般都是先定了感情再决定演呢，还是演着演着就演成一对了呢？基本上都是演着演着演成一对。那得挑那个对手就很重要了。对。那当年怎么挑上他的呢？时尚性感。谢老师，确实时尚性感，但其实不是我挑他，是他挑的我。哦，那就是你时尚性感。那都听谁的？你们俩平时要出现一些矛盾的话？我听我媳妇儿的，一直都听她的，对她那么好，因为她对我特别好，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她帮着我，没有她，我今天不可能站到这里，没有她。我也没有今天。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还有低谷，你还有低谷啊？其实我以前是个厨师，啊，21岁才学的二人转，学完转之后呢，就是比厨师那时候来讲嘛，相对挣了一些钱，挣完钱之后就是有点小膨胀，就是也招来不少麻烦，给自己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后来出狱之后，就是我媳妇儿一直陪在我身边，天天鼓励我，对我不离不弃，所以说我对她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感谢您媳妇儿。这个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从这一点看，你媳妇儿绝对的时尚性感。谢谢老师，很喜欢你们俩哈，我给你们过。谢谢老师。期待你们这个晋级之后拿出精彩的节目来。过。谢谢冯导。谢谢冯导。他们三人都过了。其实基本我没接触过二人转，但是我一直都在想，所以当然给你过。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君如姐。来给你带一个时尚性感的红笔头。